可爱小朋友，嗨，最有智慧的老师，老师好，让我们一起来玩游戏，耶！行动小单元，今天行动小单元要介绍行动轮牌，十个解决问题方法里的道歉。当我们不小心做错事，就要诚恳道歉，来取得对方的原谅哦。其实啊，道歉啊，真的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哦。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说到这个词哦。就像撞到别人好了，其实啊，就算你是不小心的，如果啊，你知道别人会觉得痛，所以很真心的跟他 say sorry， 那我想啊，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哦。希望大家试试看哦。现在来看看最近小恐龙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啦，来看一下今天要来做什么事情哦。嗯哼，哦，今天，哦，等一下有好看的卡通要看，然后呢，明天就要交国语生字的作业，下礼拜还要做美劳作业。哎，可是美劳作业我已经做一半了耶。那我先把美劳作业做完好了，好不好？现在是6点钟，我差不多9点睡觉，3个小时应该来得及吧。好，开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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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哦，几点了啊？啊，8点了！啊，完蛋了，完蛋了！看卡通时间快来不及的啦。不然现在去看卡通好了，等一下再来弄好。哦，苍蓝钢铁战舰出来了，耶！哇，看完卡通了，看完卡通了，好开心哦！哎呦，还有这些没有做完哦。啊，已经9点了，那这个先等一下做好了，我先来写国语生字好了啦。哦，我好多事情要做。电话来了耶！好，我先去接电话。啊，好忙好忙哦。小华说下礼拜要带我去看大金刚哎，哦，最喜欢看这部电影了。惨了，我国语生字还没做完啊，先写国语生字比较要紧哦。正立这样子。原来是这样，那小恐龙，那一天功课后来没写完，后来没有写完啊，是到隔天啊，我去学校之后，老师就说不准我下课，要我在位置上把功课都写完才能跑出去玩。哦，一定会这样的啊。对啊。那我就要问了，现场小朋友有像小恐龙这样已经很努力认真的安排时间了，结果事情还是没做完，有过的打圈，从来都没有过的打叉。1、2、3、4、5、6、7、8、9、10，这么多人有过哇这么严重的经验。好，谁要跟我说那一次怎么了？哦，好，陈怡。哦，你觉得难过怎么了？我舅舅就是每天早上7点多要上班，而且会经过我们学校，对，所以我就顺便载我跟我弟弟去，但是每天早上我们两个吃饭都吃很慢，所以有时候就是没吃完，然后就赶着要去学校了。对。哦，所以你会觉得难过。好，你事情没做完你会觉得难过的打圈我看看有多少人和陈怡是一样的心情。1、2、3、4、5、6、7、8，有8个人。好，谢谢陈怡。还有谁要跟我说看发生过什么事？哦，好，雅云，雅云来我旁边。事情没做完，雅云的情绪会是情绪脸谱上的哪一个？紧张啊，说说看怎么了？
就像今天早上，然后因为要露营，所以我答应和同学去一个地方集合，然后早上妈妈说要帮我绑头发，结果就弄得很晚，所以就那个就很晚就才到约定的地点。哦，已经有想过今天早上要做哪些哪些事，可是结果还是来不及。对，好，会像雅云一样觉得紧张的打圈。对。如果是你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人觉得会紧张。好，谢谢雅云。还有谁要跟我分享的？有吗？有发生过有一次我有认真的规划过，结果还是来不及。还有没有谁要说？定远。店员看起来是有认真规划过。嗯，好，来我旁边，来我旁边。觉得生气啊？怎么了？就如果没做完的话，感觉很烦。有过吗？有吧，我不太记得了。已经发生过的时候不大记得了，但情绪记得。对。气什么？就没做完还要被催，催完还要被骂。又气别人又气自己啊、哦。哦，也会像定远一样觉得生气的人打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有八个人觉得生气。好，定远坐下。啊，老师，其实我们已经很努力要来安排我们的时间了，可是确实没有完成，然后我们就避免不了负向情绪的困扰。哎，对啊，当然事情没有完成你就会有担心嘛。那担心它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就会像小朋友刚刚讲的，可能会紧张啊，因为知道说预期的后果是什么。对，或者是像丁元讲的，很气自己没有按时完成，但是也很气别人搞到自己觉得很烦很后悔这样。是，不过呢，既然大家都很想要把时间好好的把握住，我们就来检核看看这个要诀你抓到了吗？进行动动脑时间，脑筋转一转，一起玩游戏。桌子上有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和水，请两组小朋友来挑战，看看哪一组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箱子里，而且铺放得最平整。开始。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好，男生组先放小石子，稍微想一下。女生组也是先放小石子。哦，两组都是小石头先。男生要放中石子。哦，男生放中石头。这是什么？哦，女生不一样哦，女生放大石头了。男生最后放大石头。成了，请先给他们掌声。先问男生，你们为什么决定这样放的顺序？因为下面铺石，先铺小石头，再铺中石头，再铺大石头。对，可以比较平整。结果你们铺了以后有这个感觉吗？有一点。那为什么后来还要把中石子挖起来？因为要平整，所以要把两块石头压下去来放石头。哦，所以才把中石头挖起来哦。所以如果让你调整，你是不是会先放大石头再放中石头？是这样子哦。好，那我来问女生。女生，你们刚刚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先小的，再大的，再中的。这样子感觉比较就是平整一点的。哦，好，来，我们谢谢这四位同学，请先坐下。在后面看的人，有没有人想出哪一招？哦，好，我想到一招。来，茂翔，就是先放大石头。因为那个大石头比较大，而且又那个凹凸不平，然后再放中石头，就让那个不平的地方就稍微平，然后再放小石头就会比较平。然后最后再倒水。你的想法是这样，那就要问老师哦。老师到底怎么样做才是能达到最平的效果？
其实我们这个体验游戏啊，动动脑时间，就是说箱子其实是一定的，对，就像我们在安排事情一样，时间也是固定的，对。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如果我们要把事情完成，我们就想要一股脑，全把它都塞下去，对不对？嗯。但是呢，后来旁观者清啊，就在旁边看到，原来呢，我们当我们很急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达到平整的效果，对。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嗯。所以大石头呢，就像是最重要又最紧急的事情，你要先放进去，然后再来装的。小的，慢慢的循序渐进，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哦，既然这样，有没有人要来体验正确的方法？我，那我请柔勋好了。没有，柔勋来，好，行动。先放大石头，中石头，好。我是很细心的人。好，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哦。来，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吗？有哎。跟刚刚比起来，觉得有比较平整的打圈。有差哎。都有觉得比较平整。好，那我就要问柔勋了。你刚刚在放的时候感觉呢？先放大石头，再放中石头，再放小石头。嗯。这样小石头可以补中石头的大补大石头。的缺缝，嗯，所以这样会看起来比较平整。哎、欸，确实哦。好，我们掌声谢谢柔勋。嘿，真的耶！先放大石头，再放中石头，最后再用小石头填平缝隙，然后再加上水，这些东西就会平整的躺在箱子里。嗯，现在我懂了，以后做事情就要先从大石头，也就是最紧急的事情先动手。可是我还是有点分不出来，写国语作业、接电话、做美劳作业和看卡通，这四件事情到底该怎么排先后顺序耶？请大家救救我，帮我一起想想看吧。那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弄好了，我就要来问问看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好，雅云先，雅云给我。好，雅云，你说，为什么你是这样的规划？因为国语作业是明天交，所以非常的重要，也是很紧急的事情。嗯。然后美劳作业是下星期交，不过也是很重要，所以就算重要也是，然后不紧急。但它不紧急。对。嗯。然后接电话是因为，就是朋友打电话来，如果没有接的话会很不好意思，所以就虽然紧急，但是没有很重要哦。可是看卡通呢，虽然是今天播出，可是也不会帮助你到什么，所以就是不紧急也不重要。好，盛婷，你说说看你怎么排的，你的想法。因为国语作业是明天要交，所以要先做好。嗯嗯。可是那个美劳作业是下星期要交，所以是要也是很重要。对。所以放在那边。然后第三个是看卡通。看卡通，因为很紧急，所以放在那边。哦。那接电话是属于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因为有可能会再打电话回来。哦，所以，所以贴在不重要跟不紧急的地方。哦，这个是接电话。好，所以这个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嘛，哈，老师。嗯，对对，因为呢，我们这一个训练就是要让小朋友去看，说是当四件事情都摆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先后顺序？嗯，所以呢，刚刚小朋友，大部分小朋友都会觉得说，国语作业因为是明天就要交了，嗯，而且呢没有交会很糟糕，对，所以就会把它放在重要跟紧急的。嗯，那大家小朋友在挣扎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接电话这件事情，嗯，到底重不重要？因为电话已经在响了，对，然后妈妈也叫你去接了，那你不去接吗？感觉上它是很紧急，但是你还没有知道对方是谁，然后内容是什么时候，你也很难判断，嗯，所以它可能应该会放在它很紧急，但是它不见得很重要。嗯，那当然最挣扎就是看卡通啦，对呀，啊，因为小朋友都觉得好重要哦。但是如果四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其实呢，我们心里也知道说没有看到卡通只是很可惜而已，但是还好。
但是美劳作业虽然很重要，它是下礼拜才要交，所以它属于不紧急的范围。对，但是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始终要交的嘛。所以做事的顺序就是从又重要又紧急的先做，再做重要但不紧急的，然后接下来是很紧急但不重要的，最后才是又不紧急又不重要的。因为当时间有限的时候，重要跟紧急的事情一定是要第一个完成。然后最后有剩下时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不紧急又不重要的。那至于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弹性调整的。对，因为我们要评估一下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所以二跟三有的时候可以做一点弹性的处理。对。原来这四件事情的先后顺序是最重要也最紧急的国语作业要先写，再来是重要但是不紧急的美劳作业，接电话是紧急但不重要，而最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是看卡通。没问题，我已经记住了，我相信只要经常练习，有一天我一定会变成时间规划的高手哦。那大家已经了解了重要跟紧急的这个分野之后呢，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握时间呢？再来体验看看。时间管理小达人，如何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写国语作业、做美劳作业、看卡通，以及跟同学讲电话呢？请大家试着规划做这四件事情的时间吧。好，我先来问瑞翔。瑞翔规划的时间呢是这样，说说看你的想法。因为国语作业啊，都有时候会有很多的生字，对，所以有时候会写到30分钟。可是美劳作业的时候，都是会有那个很难的东西，可是比较简单做完，所以只要用到25分钟。看卡通60分钟啊。因为看卡通都是看到一个小时啊，所以我就写60分钟了。可是跟同学讲话的话，因为又不是聊很开心的事，所以只能写到5分钟。所以虽然看卡通是第三重要，但是它却占了最大的篇幅，有60分钟。好，博嘉，请说一下。就是因为会作业有时会很多，所以说我用在50分钟写在国语作业，然后那个美劳作业虽然它那个也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不会比那个国语作业还要难做，所以我用40分钟。然后那个我在看卡通，看卡通的时候，那个看20分钟就适可而止了。然后那个跟同学讲电话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跟那个同学那个聊的蛮久的。对，就我起来10分钟。陈怡说看你的时间怎么规划的。国语作业比较简单，所以我觉得30分钟应该就可以了。美劳，我对美劳就没有很擅长，所以我觉得需要60分钟。然后看卡通，有些卡通就是播到就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觉得27分钟应该差不多。然后跟同学讲电话，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我觉得应该3分钟就足够。可这27分钟要怎么掌握啊？是闹钟吗？很艰难呢、欸，就这么精确瞄准27分钟，不知道这样的规划老师觉得怎么样？老师，他们的规划是有智慧吗？还是已经有盲点了？其实三个小朋友啊的时间都很不一样，对不对？对，因为这一题当然是没有标准答案，是根据你们以往的经验来判断的。所以呢，有的小朋友可能比如说他字写的比较慢，好，那以往比如说像那个刚刚博嘉就在讲说，他国语作业以往的经验是要花到50分钟。对，所以这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时间规划一定要判断说是你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记得一次只做一件事情，不要是一会来做国语一会来做美劳。这有点感觉时间好像在我们的掌握中了。小恐龙觉得呢？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说。我也很想要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很快速的把最重要的功课全部写完，然后再出去玩啊。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啊，弟弟就突然跑进来说：“哥哥，哥哥，赶快陪我玩。”这个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啊？大家会怎么做呢？马上看行动人盘。
过思考，已经知道要采取什么行动了的人，请举手。哦，这么多人啊！好，茂翔。茂翔会从行动轮盘的十个方法里面选择哪一个？请按。做约定，说说看。做约定就是那个，因为有事情要做啊，所以就要跟弟弟或别人就说，就做完再来讲，不然会那个打到我做事的时间。哦，就是我要先做一下我的事情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玩，再来做别的事。嗯，好，不错，请坐下。那我再请瑞颖。好，瑞颖会从行动轮盘的十个方法里面选择哪一个？道歉，为什么？要先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陪你玩，然后再跟他说我写完功课再陪你玩。哦，你等于是先道歉了之后再做约定。一次采取了两个行动，哎，不错哦。好，请坐下。那我再问雅云，雅云呢会采取哪一个行动？请按。求助。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不能，就是有人来问我什么事的话，因为我还在写作业或是做比较重要的事情，就可以先请爸爸或妈妈陪他玩。哦，你先去找爸爸跟妈妈，这样，然后我先把我的事情做完。不错哦。好，那就要问老师了。老师，他们刚刚选的这些行动如何？今天小朋友都很棒啊，用得非常正确。就是有时候呢，第一步当然就是可以用做约定，可是我们也要常常想到说，我们常常会说啊，做完再陪你玩。事实上，做完你们还想看卡通，对不对？对。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要运用说，不管是道歉或是求助，那也要别忘了我们以前常常提到同理心啊，可以先跟弟弟说，我知道你想要我陪你玩，然后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要做什么什么的事情，然后安抚一下弟弟的心情，道歉啊，或者找爸爸妈妈都是很好的方法。哦，所以啊，经过今天的讨论呢，我有个发现呢，要真正的掌握时间呢，一定要先了解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呢，冷静下来，根据重要呢跟紧急的程度呢，把事情排序，好好的规划时间。那么我想啊，你就不会慌慌张张了，一定一切呢都能按部就班的完成。祝福你哦，谢谢大家。啊，原来刚才我的国语生字没有写完，是因为我的时间分配没有做好哦。这样看起来啊，真的是不可以先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做，哎，而是要看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紧急的，就应该要先把它做完，这样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